象宝宝，象宝宝，赶紧跟妈妈走！听说呀，大僵尸一会儿来了。什么什么？有僵尸？我小象可害怕僵尸了，我要赶紧跟妈妈回家了。那鱼宝宝在哪里呢？鱼宝宝在这儿呢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大僵尸马上就要来了，我们趁他没来之前赶紧溜。鸡宝宝，鸡宝宝，难道你不害怕僵尸吗？你怎么一点不着急呀？妈妈，妈妈，我当然害怕僵尸啦，我就在这等着你来接我呢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废话少说。我的小猪宝宝在哪里呀？小猪，小猪，赶紧的跟妈妈回家，那个大僵尸可厉害了，一口呀能把你给吞掉，说不定还把你能变成一只大乳猪呢。我的天哪，我小猪可胆小了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小羊宝宝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呢？赶紧跟妈妈回家呀，不知道吗？大僵尸一会儿就来了，走走走，赶紧跟妈妈回家吧。小熊宝宝，小熊宝宝，快点回家，快点回家，大僵尸都来了，你没看到小伙伴们都走了吗？你在这杵在这里干嘛呢？妈妈，妈妈，他们是骗你呢，我都在这里待了半天了，也没看到僵尸的影子，我可是熊，我可厉害了，僵尸怎么会来呢？是谁在叫我巨人僵尸呢？我来了，我来呢，这大过年的我还饿着肚子呢。什么什么，真的有僵尸？妈妈，妈妈，我们赶紧走啊，我可不要被这个大僵尸给吞掉。哎呦，这下知道害怕了，走吧走吧，赶紧跟妈妈回家了。什么情况呀？刚才还叫我呢，这一会儿的功夫怎么还溜了呢？我大僵尸呀又要饿肚子了。